等一下哦，稍等一下。我是刚刚列车长的110年，那个8月29号，高雄站，高雄站，来了我的红斑马自强号，来了17:48，车牌的是1684，那叫什么？放疗发车了，经由西部干线纵南段开往彰化的红斑马自强号准备进站，沿用1200型9辆编制。ENU 1200型9辆编组 ENC 1204 1203，在高雄站准备行号。对，我的红斑马来了，红斑马自强号。我要搭他回彰化了，是吧？超感动的。不过下面干嘛咱们都听不到这广播，感谢各位支持。耶、yeah, ，我的红斑马自强号。在高雄站哦，停靠。哎，168站也蛮多人的，是吧？开启车门。如果你喜欢面跟帮咱们多多点我们的激光片。来救火！先左，你下一站先左。如果下面跟帮咱们多多点我们的激光片，真的，拜拜。